而大年初二，总统蔡英文继续他的拜拜发红包行程，一整天从台北、新北到新竹苗栗的客家庄，蔡总统走到哪，人潮就在哪里。也难怪地方选将与明代博版面抢曝光，都来黏 TT。下午才踏进新北市，有意角逐新北市长的立委吴秉睿、罗志镇卡位卡紧紧，就看谁的表现能让民进党大当家满意。而被问到前一天南昆生戴天府抽出国运下下签，蔡总统依旧是笑而不答，没有回应。新年快乐，总统，国运签下下签，你觉得可以人定胜天吗？就算听到了也什么都不能说。前一天曾经预言蔡英文会当总统的南昆生戴天府抽出国运下下签，蔡总统似乎只能再努力。年初二一大早就拜庙发红包讨喜气，不过总统车队的 logo 怎么又巧巧换回 BMW？ 难道是奥迪款式不合总统味吗？车款对不对没关系，身旁的人有没有让总统满意才是最要紧。有意角逐新北市长的立委吴秉睿、罗志镇卡位卡紧紧，一个是祈福上香站身旁，一个是总统发红包时抢曝光。新年期间我们希望让更多民众可以沾染到总统给他们祝福。想不想选嘴上都不说，但鸭子划水各自拼搏。2018诸侯战还没开跑，民进党自家人先暖身。蔡总统走春计划台湾绕一圈，上千份红包每一场都秒杀，不管走到哪人潮就在哪，也难怪地方战将博版面抢曝光通通靠过来。记者李冠智、陈玉杰、李明辉、徐志谦综合报道。